像我们消费者一般在选购咖啡豆的时候，可以从包装打开那时候看起。新鲜的咖啡豆它是干的，那尽量挑选干到七天内开始出油的时候，这时候是咖啡最香最好喝的时候。那再来就是从它包装内的大小颜色分布均匀，不要有碎豆的情况，这就是一个好的咖啡豆。一台好的威利士咖啡机必须能轻易的煮出新鲜的 crema， 并确保 crema 与鲜奶的完美融合，如此我们在家里就可以轻松的喝到专业咖啡馆才喝得到的好咖啡。飞利浦 Seiko S Small， 它使用高科技的陶瓷磨盘，它不像一般的磨豆机，因为刀盘发热而影响咖啡的风味，而且它可以确保每一颗咖啡豆研磨的均匀度。所有意式咖啡的专家都会告诉你，咖啡研磨的均匀度是影响一杯咖啡好坏的关键。煮了多年的意式咖啡，我很惊讶，飞利浦 Seiko S More 将二十几万等级以上的专业咖啡机里才有的预浸泡功能装置在这部咖啡机里。萃取率的提高意味着咖啡豆的使用者将更节省，我向您推荐，你一定要试试看哦。